2022年8月上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兵力在台岛周边海空域开展规模空前的实战化联合演训。地面战炮轰鸣，空中硝烟弥漫，海上水柱冲天。演训中，多军种、多区域联合行动，展现了改革重塑后人民军队体系支撑下联合感知、联合指控、联合杀伤、联合反潜、联合风控、联合保障，特别是对陆打击、对海突击、远距离空中打击的强大能力。透过联合演训场上一个个风云激荡的画面，可以真切感受到人民军队改革强军的全新构成和崭新风貌。走过95载光辉岁月，新时代的人民军队焕然一新。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为广泛、最为深刻的国防和军队改革。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人民军队实现整体性、革命性重塑。重塑，梦想召唤的自我超越。重塑，强军兴军的历史选择。西柏坡，太行山东麓一座临水而居的小村庄。解放战争时期，党中央毛主席就是在这间不足70平方米的土砖房里指挥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2013年7月11日，习近平来到西柏坡，参观了西柏坡纪念馆、毛泽东旧居、中央军委作战室、七届二中全会就职。从三大战役到进京赶考，中国革命的前途命运与这座小山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赶考永无止境，战役又将打响。65年后，一场决定中国命运的攻坚战，全面深化改革就要拉开序幕。2013年7月25日，中南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一份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送审稿摆到与会者面前。在这份宏伟的蓝图中，总计提出了超过300项改革举措。4个月后，党的18届三中全会审议通过这份决定，中国改革的航船再次扬起风帆，驶向更加风急浪高的深水区。还在讨论决定框架时，习近平就明确提出，将国防和军队改革纳入国家全面深化改革的总体布局，上升为党的意志和国家行为，把国防和军队改革作为单独一部分写入全会决定，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冬去春来，2014年3月15日，媒体发布一条消息，习近平担任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党的领袖亲自担任军队改革领导小组组长也是第一次。这是一场无法回避也回避不了的大考。军事领域是竞争最激烈的领域，
谁思想保守，固步自封，谁就会错失宝贵机遇，陷入战略被动。国防和军队改革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长期积累的体制性障碍、结构性矛盾、政策性问题，严重影响我军战斗力生成和发展。不改革，不全面改革，不彻底改革，是打不了仗、打不了胜仗的。早在2015年夏天到来之前，这一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已经完成顶层设计。2015年7月22日，中央军委常务会议审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总体方案建议。一周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正式审议通过这一方案建议。这年9月3日，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天安门城楼上，习近平宣布了一个重大决定。我宣布，中国将裁减军队员额30万。这是中国的和平宣言。这是强军的时代鼓角，这是改革的出征号令。2个多月后，北京瑞雪初霁，中央军委改革工作会议召开，习近平号令全军全面实施改革强军战略，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我们必须以更大的智慧和勇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是实现中国梦、强军梦的时代要求，是强军兴军的必由之路，也是决定军队未来的关键一招。全军上下从全局和战略高度认识和把握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大意义和丰富内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和中央军委的决策部署上来，形成拥护支持改革的浓厚氛围。中央军委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领导小组专家咨询组副组长蔡宏硕与大家共同见证了改革强军战略变成一幅幅目标图、路线图、施工图。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三大战役接续展开，相辅相成，使这轮改革真正成为领导指挥体制、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政策制度协调推进的整体性改革，取得整体重塑强大人民军队的历史性成就。南部战区联合作战演习已成常态，战区专司主营备战打仗，梁启英和战友们思考最多的是打仗，考虑最深的是联合。改革前，联合需要耗费大量精力协调各军兵种力量，没有专门的指挥机构，就只能临时抽人员搭班子，打起仗来组织实施联合作战就更不容易。军区和战区两种指挥模式的差异显而易见。深层次的症结需要深层次的重塑。2016年1月16日0时，沈阳、北京、兰州、济南、南京、广州、成都七大军区停止行使指挥权，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五大战区开始运转。
2012年12月10日，习主席首次在这里提出强军墓。当时啊，这里还是广州军区机关。时隔6年，习主席再次视察我们这个大院呢、已经成了南部战区机关，从军区到战区，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但代表的是我军领导指挥体制历史性变革的一个缩影。2018年10月，习近平走进南部战区某指挥所，实地了解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构建运行情况，同大家深入交流，勉励他们发扬改革创新精神，持续深化实践探索，加快把指挥能力搞过硬。南部战区某部高级工程师乔莎莎当天做了现场演示。我们就聚焦到1号区域，这是我们主要来进行推演的。比如说像是造门的机场，机场是什么样的材质？作为改革后首批进入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的女硕士，短短几年，乔莎莎领衔攻关多项作战研究成果，填补了我军联合作战相关领域空白。2021年，40岁的乔莎莎入选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我们这代军人赶上了新的时代，也赶上了联合作战加速的战区时代。作为我个人，能够亲身参与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这也是我觉得特别自豪的事情。改革直指打赢，打赢必须联合，联合呼唤联合型人才。2017年10月，我军最高军事学府国防大学迎来全军首期联合岗位资格培训班学员。我们国防大学突出培养两个指挥和参谋人才。到今年呢，我们一共培养了9期岗位资格班了，也是目的就有一个，就是加快融入联合作战指挥体系，提高战区的联合指挥能力。一条绿荫大道通向东部战区机关，联合指挥大厅内一场推演正在进行。各组注意，我军已按时发起突击，搞好各群队的协同动作。开始，联动作业。岳辉、杨旭斌、杨栓宝都是在国防大学联合岗位资格培训班取得上岗资格的参谋人员。调任战区之前，他们分别来自陆军、海军、空军部队。本来我们在陆军开展工作，更多的是考虑陆军的官兵的特点、结构和任务属性，去研究筹划工作。到战区以后，更多的要考虑不同的军兵种，这点就需要我们具有更高的这种联合思维和联合意识。目前战区各个局势在人员编配上都是考虑到了联合的因素，这样子也有利于充分考虑到各军种的特点，融入到联合作战体系中，真正的实现及时聚优、率直横权、蓄势待发。随着军队改革强力推进，传统的大军区、大陆军思维定势、机械化战争观念的历史惯性、军种本位主义被逐步拔除，联合作战理念深入人心，联合指挥体制确立完善。展开侦察，执行，明白。千军万马看指挥，胜战之要在指挥，领导指挥体制，一支军队的中枢神经。新体制四梁八柱拔地而起，中央军委、战区、部队的作战指挥体系，中央军委、军种、部队的领导管理体系立了起来。军委管总、战区主战、军种主建新格局由此形成，
人民军队组织架构实现历史性变革，调整武警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实行中央军委、武警部队、部队领导指挥体制，彻底理顺领导管理和指挥使用关系。预备役部队全面纳入军队领导指挥体系，新体制新跨越，联合训练引领军兵种训练，军兵种训练支撑联合训练。来到军委机关任职以来，中央军委联合参谋部某局参谋张泽斌是联合之变的亲历者、受益者。这十年呢，我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演习数十场，确实感受到体制一变，天地宽。我军的连战连训呢，很多想法现在呢可以通过演习进行运用和检验，反过头来呢又提升和促进了我军的联合水平。这些年，张泽斌研究撰写数十篇军事理论研究论文和报告，一条从协同到联合的脉络清晰可见。从理论设计到演习检验，曾经不可及的梦想正在实现。这些年，张泽斌和战友们奔走在天南地北各个联合训练基地，跟踪指导各战区联合演训活动，一场场联合演训的规模、密度和联合的深度、广度，都是张泽斌过去难以想象的。按照建设绝对忠诚，善谋打仗，指挥高效，敢打必胜的联合作战指挥机构的要求，这一轮改革在构建我军联合作战指挥体系上实现历史性突破。可以说，领导指挥体制改革这第一场战役取得了强大脑建中枢的显著成效。首战奠定胜局，改革乘势而上。2016年7月26日，18届中央政治局进行第34次集体学习，听取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情况。习近平强调，要再接再厉，乘势而上，迎难而上，扎扎实实把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推向前进。第二天，习近平来到改革中心成立的陆军机关视察。人民军队创建始于陆军，发展基于陆军，根脉源于陆军。改革之前，陆军数量超过全军总员额的一半以上。对于这个历史悠久的军种，改进建设管理模式，整体改造力量体系，加快升级作战能力，迫在眉睫。就在这次视察中，习近平鲜明提出，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在新的起点上加快推进陆军转型建设，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新型陆军。历史记录了习近平一系列行程。2016年8月29日，视察战略支援部队机关。2016年9月13日，向武汉联勤保障基地和各联勤保障中心授予军旗，并致训词。2016年9月26日，视察火箭军机关。密集安排的视察调研，积极稳妥的战略部署，引领改革精准落地，有序推进，引领改革提及不稳，压茶推进。历史与现实昭示，一支军队如果在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上落后于时代，落后于战争形态和作战方式发展，就可能丧失战略和战争主动权。
2016年12月2日，中央军委军队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又一场风起云涌的战役打响了。习近平强调，按照调整优化结构，发展新型力量，理顺重大比例关系，压减数量规模的要求，推动我军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转变，部队编程向充实、合成、多能、灵活方向发展，构建能够打赢信息化战争、有效履行使命任务的中国特色现代军事力量体系。这次规模结构和力量编程改革，不是单纯的撤并降改，不是简单的做加减法，也不是单一领域的局部调整，而是坚持问题导向，以结构功能优化牵引规模调整，以局部突破带动整体跃升。推进改革必须牵住牛鼻子，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在络绎子而全盘活的改革上用力。全体直升机出库，空中突击旅，人民陆军实现机动作战、立体攻防战略转型的标志性力量。这批刚下连的新战士来说，这凌空一跃标志着向空中突击步兵跨出第一步。上世纪80年代，陆军集团军和陆军航空兵在百万大裁军中诞生。这一轮改革，陆军集团军由18个调整为13个，空中突击旅等新制作战力量应运而生，这既有数量的变化，更有结构的重组。庆祝建军90周年，朱日和沙场阅兵，改革重塑后的人民军队第一次全新亮相。刚刚诞生的陆军空中突击旅首先登场。5年过后，当时的连长福俊杰已经成了营长。1800多个日日夜夜，福俊杰和他的战友们见证了这支新式作战力量的突飞猛进。这次改革啊，我们新制作战力量得到了加强。对我个人来讲，首先肯定是使命感、荣誉感油然而生。我们作为空突旅的一员，有义务、有责任，练就备战打仗的过硬本领。脱胎换骨，自我超越，突击，突击，再突击。从军师团营体制到军旅营体制，合成营、作战支援营、勤务保障营，这一个个频繁见诸媒体的军队新名词，引起国内外广泛关注。闽南某地水际滩头，两栖战车全力冲锋。作战参谋到，已到最新敌情，更新作战决心，下发执行。是，敌情更新。指挥这次演训的是第73集团军某旅合成营营长陈松。10年前我还是装甲步兵连的连长，那个时候的这个作战演习，都是从其他单位抽组力量加强到一个营，短暂的磨合很难达到精准协同的效果。现在我们这个合成营完全不一样了，平时练在一起，暂时通过一个拳头整体打出去，
天上无人机侦察，地面多兵种协同突击，一个合成营就是一个独当一面的独立作战单元。在营长陈松身边，这个小小的参谋部如同他的左膀右臂。有人说我是解放军的最小参谋长，但是我们一个合成营的参谋队伍，除了首席参谋这个岗位，还有其他几个按需要设置的参谋岗位。各队严格落实营决心，按时到达东罗山集结地域。是。合成营几乎囊括了陆军所有基础兵种，首席参谋张继德要掌握数十种武器装备技术性能和专业，内容涉及步兵、坦克、炮兵、工兵、防化等。新岗位、新职责、新挑战，从营长陈松到首席参谋张继德，再到合成营每一个新岗位、新站位，都在一次次贴近实战的对抗训练中不断重塑自我。改革重塑，重塑的是形态，汇聚的是力量。陆军按照机动作战、立体攻防的战略要求，加快实现区域防卫型向全域作战型转变。海军按照近海防御、远海防卫的战略要求，加快推进近海防御型向远海防卫型转变。空军按照空天一体、攻防兼备的战略要求，加快实现国土防空型向攻防兼备型转变。火箭军按照核常兼备、全域射战的战略要求，努力建设一支强大的现代化火箭军。战略支援部队推进关键领域跨越发展，推进新型作战力量加速发展、一体发展。联勤保障部队按照联合作战、联合训练、联合保障的要求，加快融入联合作战体系，提高一体化联合保障能力。武警部队按照多能一体、维稳维权的战略要求，加强执勤、处突、反恐、海上维权和行政执法、抢险救援等能力建设。军队院校和科研机构坚持面向战场、面向部队、面向未来，建设世界一流的军事科研机构、综合性联合指挥大学、高等教育院校。将军的我们庄严承诺，胜利永远属于祖国和人民。2017年4月18日，全军新调整组建的84个军级单位主官齐聚81大楼，习近平发布训令。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全军新调整组建84个军级单位，这是我军在实施改革强军战略、走中国特色强军之路上又迈出的重要一步，对实现党在新形势下的强军目标、建设世界一流军队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突击车、步战车、冲锋车的顺序编为3个博士。海军陆战队是在这轮改革中调整组建的2栖精锐作战力量。就像他们眼前的大海波涛，转型建设一浪高过一浪。前两天的那次训练，我们班表现非常优秀，尤其是一组，我们班在徐小飞，海军陆战队某旅装甲技师，入伍13年，34岁的他已经调整变换了多个岗位，
改革转型对徐小飞而言又是一次全新的挑战。这些年我见证了我们海军战队一次次的扩充转型，我觉得转型是否能够成功取决于转型的战略策略，同时呢也取决于我们每个人的转型。只有我们每个人学习了新装备，掌握了新技能，才能提升整个部队的战斗力。拿一下36号扳手给我。这一双双手上的老茧无声诉说着两栖精兵的转型跨越。2020年金秋，习近平视察海军陆战队，对加快推进转型建设、加快提升作战能力提出更高要求，加强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探索走开中国特色海军陆战队建设路子。我们海军陆战队全体官兵坚决贯彻统帅的号令，持续打造扩充动能、快速反应、全域任用的精兵劲旅，确保能够一声令下，召之即来，雷之能战，战之必胜。面对寒流，我是高峰万丈；面对雷电，我是铁壁铜墙。幻雨新生，浴火涅槃。海军陆战队官兵用脚步丈量雪山、大漠、孤岛，在一处处没有路的地方，用层层叠叠的脚印留下了醒目的路标。我们海军陆战队训练的话，也是按照全运用实打实。寒训的时候，在-40多度的雪坑里面；夏天的话，会到最炎热的南沙、西沙、三亚进行抗热训练。我们海军陆战队，从陆地到海岛，从空中到水下，一年四季，四海为家。规模更加精干，结构更加优化，编程更加科学。人民军队改革重塑，从根本上改变了长期以来陆战型的力量结构，改变了国土防御型的兵力布势，改变了重兵集团以量取胜的制胜模式。人民军队体制一新，结构一新，格局一新，面貌一新。文职人员是现代军队重要的人力资源。2020年8月，全军面向社会公开招考文职人员统一考试，在全国59个地级以上城市、200多个考场同步举行，文职人员报考持续升温。此次招考发布岗位计划2.7万余个，共有39.6万余人报名。参加统一考试的入围人员中，硕士以上占28%，本科占69%。毕业于双一流国内重点高校或国外高校的占35%。2018年，我脱下军装，穿上孔雀蓝。这几年，越来越多的青年骨干加入到我们文职人员队伍中，这些的新鲜血液，为我们教学科研提供了许多新思路、新理念。当初怀着强军报国的梦想，然后加入了文职这个团队，然后在2020年武汉抗疫的时候。有很多像我这样的文职去到武汉，到了火焰山去完成自己的使命。随着文职制度的越来越完善，也有很多优秀的人被吸纳进来，成为我们队伍当中的一员，所以我还是很自豪的。科学严密的政策制度决定着一支军队的活力和战斗力。重构与强军进程匹配的军事政策制度，就是正在扎实推进的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第三大战役。行百里者半九十。2018年11月13日，
习近平在中央军委政策制度改革工作会议上语重心长地嘱托，走好这一步很关键。对这场仍在进行的攻坚战，习近平高度重视。他指出，在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全局中，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既是重要内容，又是重要保障。他要求强化使命担当，周密组织实施，有力有序推进。2019年八一建军节前夕，十九届中央政治局围绕推进军事政策制度改革举行第16次集体学习。参与过多部军事政策法规研究论证起草的军事科学院研究员谭亚东，走进中南海怀仁堂。军事政策制度改革啊，是牵一发动全身的改革。习主席和中央各位领导同志啊，十分关心。组织这次集体学习啊，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健全我军党的建设制度，创新军事力量运用政策制度，重塑军事力量建设政策制度，完善军事管理政策制度。四个方面的政策制度改革系统配套，同向发力，建立健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军事政策制度体系。静水流深，与前两场战役的大破大立、大开大合相比，军事政策制度改革显得波澜不惊。但正是在这种润物细无声的过程中，一项项让官兵提升获得感的政策制度落地生根。2021年夏天，许多官兵的工资明细里多了父母赡养补助、配偶荣誉金。常年戍守边关的高原老兵带着妻儿踏上了疗养之旅。2022年新年刚过，广大军人家属又迎来了更加暖心的医疗待遇保障政策。穿梭在密集的人群中，军属穆雨辰走进解放军总医院第三医学中心，刷卡、取号、就诊、检查、取药，就医全程不到30分钟，便捷的医疗服务让军属暖心，让军人放心。我们现有的医疗政策为我们军人家属的就医提供了更优质的医疗服务和便捷，为我们广大在一线战友们，让他们更加安心地投放于自己的事业，不必为家人的健康所担心。也就是这个新年到来之前，各部队军官还迎来了一场不同寻常的年度考核。考核结果与军官晋升任用、岗位交流、待遇调整、奖励表彰、退役安置等直接挂钩。能者上，优者奖；庸者下，劣者汰。从将军到校尉，参加考核的军官都有一个共同感受：考核越来越严格，也越来越公平。走下考场，火箭军某团政治委员岳艳辉鼓励身边的战友，把考核的压力化为奋斗的动力。2014年，当时还是营政治教导员的岳艳辉作为基层代表，参加了在古田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军队好干部标准是古田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提出来的，新的军官制度就是对照军队好干部标准进行了科学的、全面的、具体的政策制度设计，考核的内容标准更加细化、量化、具体化，考核的形式呢也得到了创新完善，考核结果含金量更高，运用更规范。2021年新年第一天，
现役军官管理暂行条例及相关配套法规正式施行，军官制度改革实现重大突破。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第三大战役中的一个大动作，就是建立军官职业化制度，包括构建军官岗位分类制度，构建军衔主导的军官等级制度，调整军官服役制度，创新军官职业发展管理制度等等。新的士兵制度着眼强化义务兵基础源头作用，加强军事队伍专业化建设，统筹构建进、训、考、升、调、初练路，优秀义务兵提前选改军事，中高级军事延长服役年限，扩大编配比例，大学毕业生可再次入伍士兵高定军衔级别，退役军士逐月领取退役金，一项项改革举措激活士兵队伍，一池春水，贯彻精准征兵理念，围绕部队战斗力建设精准发力，兵员征集呈现新气象。征集对象以大学生为重点，突出各级各类学校毕业生征集，优先批准理工类大学生和备战打仗所需技能人才入伍，为强军兴军提供更多高素质兵员。今年我们省参加应征报名的大学毕业生40000余人，二次入伍的人数较往年也有大幅提升。士兵制度改革后，有效激发了士兵服役的积极性，增强了军人的荣誉感和尊崇感，有志青年投身强军事业的热情也越来越高涨。根据中央军委近日印发的通知，军队和武警部队全面停止有偿服务工作正式启动。全面停止军队有偿服务是这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重要内容，这项工作的推进有力推动了全面从严治党、全面从严治军，有力促进了部队聚焦备战打仗主业，有力维护了军政军民团结和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其政治效应、军事效应、经济社会效应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显现。改革和法治如鸟之两翼，车之两轮，相辅相成，相伴而生。重大改革于法有据，改革和法治同步推进，这是改革与法治的辩证关系，也是这轮深化国防和军队改革的一大特点。一支现代化军队必然是法治军队。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依法治军纳入全面依法治国总盘子。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对依法治军作出重要部署，中央军委专门制定新形势下深入推进依法治军从严治军的决定。经过这些年不懈努力，依法治军实践取得重大进展。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提出要贯彻依法治军战略，这是党中央把握新时代建军治军特点规律，从强军事业全局出发做出的重要决策部署。贯彻依法治军战略是系统工程，必须以重点突破带动整体推进。我军加快形成系统完备、严密高效的军事法规制度体系、军事法治实施体系、军事法治监督体系、军事法治保障体系，加快实现治军方式根本性转变，提高国防和军队建设法治化水平。双清别墅。1949年3月25日，进京赶考的毛泽东住进这座古朴建筑时，正值香山一片生机的时节。当年4月23日，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毛泽东用一首气势恢宏的诗作表达了共产党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决心。
新中国成立70周年前夕，习近平专程前往中共中央北京香山革命纪念地参观。抚今追昔，习近平深情地说，我们缅怀这段历史，就是要继承和发扬老一辈革命家以将胜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的革命到底精神。从将革命进行到底，到将改革进行到底，穿越时空，共产党人的赶考精神一以贯之，改革必成，强军可期。风雨夹着巨浪，翅膀就可以练成钢。十年磨砺坚强，一路奔跑吧，火热理想。我是那守护的光，要让光燃得更亮。我守在花儿身旁，让它更加绽放。凝视这片土壤，每次总是热泪盈眶。爱就是为他而生，挺起胸膛为他抵挡。听生命饱满的歌唱，勇气谱写誓言乐章。敬仰是千万颗跳动的心脏，合成那毕生的力量。熊熊火焰燃烧在我印堂，轰轰烈烈闪耀着光芒，永远追随的信仰始终沸腾滚烫，日日夜夜灿烂着，仰望着。仰望着，日日夜夜灿烂着，仰望着。